黄院长到了。军长，军长你好。你好，请坐吧，赶紧预备饭。军长，蒋总统的复兴计划全完了，我们要想办法挑起藏族和共产党的纠纷。难呐，最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这儿。这儿就是这个穷山恶水的苦地方，这是台湾的命令。可是这儿的械斗已经失败了，阎郎界也让瓦日给活捉了。我问你，巴尔登会不会杀郎界？按老规矩是非杀不可呀。杀了好，郎界一死，冤家就更解不开，共产党就一下进不来，我们就可以在这长期干下去。对，军长到里屋换衣裳，到官寨去。咱们是老朋友了，说句真心的话，瓦日这次所以能打胜仗，我看准是共产党在背后出主意。共产党不帮助瓦日便罢，帮了就是我们的仇人。我看这个仗不好打了，要是再打败了，土司在各部落里说话可就没力量。不过要是盲街叫瓦日宰了，土司面子更难看了。打是不能不打的，土司要是怕万一盯不住，我可以带人帮助。我罗布丹增从来不仗着外族的势力打本族的人。多吉将错，土司叫下面准备，我亲自去打。老乡，你们好啊！陈代表来了。哎，陈代表，陈代表，你回来了。多人呢？真是那么多人。陈代表，你回来了。你们到哪儿去啊？是到天边赶集去吗？我们看杀人去。杀谁？杀狼去。是罗布丹登的管家狼去。是啊，是啊，叫我们给逮住了，今天就要杀了。我们先走。是猛喝，杀死咱们十几个人，咱们一定要报仇。今天叫大家来看一看，以后猛喝还敢来欺负咱们，就照这个样子办他们。